EON 已经晋级了。Excretion 对阵 Omega BO3 的第一局， Excretion 拿了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阵容，紫猫主宰 DS 土猫以及神域，而面对 Omega 这个有点体系的阵容，神域巅峰谜团首先，然后他们直接开悟过来拿到了一血，好快。哎，队友呢？哎，队友呢？直接五人拖河道，队友呢？队友碰到一个莫克，莫克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30 seconds to battle。做了一个高台眼，在追3-0开局啊，终于看到前期打起来的，就是他们熊在打 DS， 还有反正抢了一个，一团也抢了一个，小金服是3-1，3-0开局。别笑了。Very good。You didn't want that.吃大药没有危险。用蝙蝠拼紫猫，阵容来看我更看好 Omega， 但是开局 Excretion 好凶，开局就3-0，然后送了一个3-1，不要紧，好吧，物极必反。开局猴急的都没什么好下场，蝙蝠有仙灵火的，蝙蝠平已经到了，九层小魔棒，开了麦吧，开了麦，地狱没开麦，四层加的异化，真正的紫猫都是主加异化的，异化伤害最高 ，CD 最短，想不通为什么不加它，三技能共鸣脉冲被削的太多了。妈的，蝙蝠压了，开火，一个残兵，
你觉得他加一技能比较好啊？啊，虽然没到六，也没那么好杀啊。有段小无敌和位移，下面九仙是7-0，主宰22-13，防补非常的高。克克拉伊，掉人头了，冲入虎猫和神域的一波游走，帮助虎猫击杀掉了蝙蝠。开始上路拍拍熊猫洛克，击杀掉了 DS， 知道你加油都走了，上路直接选择动手。那 DS 一级的奔腾。不用了，我发现了在拉野，还没人打，为什么打兵哥回线上？我给了鼻子外科奔腾，粘住了一个没有血的洛克，洛克被带走了，还在那里自由自在的补刀。蝙蝠推线烧野，就把这个闪电斧给 A 了。Ours, not yours. 蝙蝠被压了一下，因为他被游死了一次，少吃了一点经验。先动手，蝙蝠拉开火，刚刚到六，土猫被反杀了，叠了7层还跟蝙蝠拼，那土猫你也想想多了吧？这个神域为什么？这个神域为什么敌对经验不打这个土猫，他打了蝙蝠一下？Radiant'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. The core of the universe, a treasure. 厉害啊！他要是打了土猫，蝙蝠不会死。蝙蝠那时候土猫还要 A 3下才死，然后他打了一个2级的敌对之夜。哦，不对，对不起，说错了。他跟蝙蝠就不是一路人。哎呀，上午没睡醒。那他为什么之前过来？哦，他没学命运之力。蝙蝠开始要烧野，这边主宰过来了。Dire are scanning。做了一个针眼。Dire'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。直接是无敌斩，被单杀。主宰过来放精灵风暴。我妈呀，看来很精准啊！九仙直接开大，蝙蝠还没死，知道主宰没技能了，跟蝙蝠啊很危险。主宰能走掉吗？哎，一个绿巨人没打到，泥团也死了，主宰还没死，啊，被追死了。神域也很危险，这边洛克还在跑，小仙又带走了神域2+2，泥团复活。不会出人头了，应该，该跑的都跑了。上路拍拍熊没人管，打钱。我好久没有见过了，裸了一个挑战的拍拍熊。说狂战不香吗？虽然现在挑战很便宜啊。不过单挑战的作用啊，也就是那个看魔法阵容，它提供的魔抗其实不够看的。这眼被反掉，还没有找到这个眼。这个眼还可以往上面来插一点，因为这个位置是不需要看的，他打这一节往上提一点就好了，就可以看到这个眼了。一直在拉这个远古，蝙蝠在烧眼，这蝙蝠被针对啊，波科被带走。王来了，两个位置都是进攻点，蝙蝠在哪里不发育都会被针对，这一个魔棒要死没了，还交了一个没用的大，一直不知道这里有封王家，那九千肯定要死，过来拿封王家，他会，哎，土猫开大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
死不了，身上两个敌对之夜。这边我拿的是杀，继续拉双。蝙蝠要来烧远古了，继续冲动给木哥灌了个瓶。首先新鲜可以啊，全场这边都是主宰后面具，三波远古，现在应该没人过来了。准烧了。Dire'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. Dire's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. Radiant'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. 下路拍拍熊和九仙的天塔，九仙有大，而且这是九仙。Dire'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. Dire'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. 熊猫直接被秒了，熊猫被，把你妹留下。十米七要十号虎妈，发现了神域啊！我先直接开大了，点怎么办？神域走掉了，这九仙你不锤他一下吗？锤得到的。十米八，主宰比赛的走绿的，蝙蝠在中路偏袭了，看到了主宰，主宰吃了恢复。Radiant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. 战鱼塔，走不了。Radiant'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. 他又准备去拉拉野了，野的要到时间了，一直在给蝙蝠拉野。Radiant's bottom tower 打了起来，没有大的九仙，身上有一个挑战，但是挑战已经开过了。主宰真上来了，十一比八，蝙蝠还在中路。首先，等着蝙蝠沉默到减速到，蝙蝠没火，蝙蝠被击杀的蝙蝠快，这个快点比较慢，贴上去。这蝙蝠被无限针对了，该不会第二时间还是要出黄的？踢我！ Dire'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. You have the latitude of the void. Dire'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.蝙蝠还没有找过节奏，从来都是别人来找他的节奏，把野他烧。假腿，马上拍拍熊就狂战了，不过主宰应该比他慢一点，应该差不多。Radiant are scanning. Tai Ying. 12-9. 主要是一个迷弹的经济优势，其他位置其实 Omega 没什么经济优势。
蝙蝠要直接出 BKB 吗？妈，有吹风了。Dire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. 该塔防。快被熊人下路打钱。CS 也被追，这边主宰也被带走 ，CS 只能跑，他们觉得没过了，五打四死了三个，啊，被追，凝控到了极速，但是落地有落有，哎呦，九千大到时间了，没给他吹下来，落有没晕到，四级的落有，也可以了，五打四打五，打了一波零半。零半四还要怎么样 ？Radiant'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。他不是我说碰到这个极速感觉一样。这把这个九仙的团战作用配合谜团太强了。之前看好阵容就觉得欧米伽这个阵容团战好强啊。欧米伽控了三个赏金符可以。那这一波灵幻塔守住了。灵幻四控三个赏金符血赚一波拉一波拉开经验经济差。Dire'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. Bounty. Dire's middle tower has fallen. 刚才打架没来。他秘法没肯，这个谜团打得比，我只能说刚才这谜团打得比昨天那个好多了。我只能说刚才那波有点太响当了，欧米伽就直接冲过来了。你像这个阵容有反手的，我可怜中立单，威胁过来，主宰啊，主宰有狂战了，比派派熊慢一点，经济已经被派派熊超过了。这上路人很多的，大英雄在中路，双方都有眼。蝙蝠被发现了，但是没有先手啊，土猫能留到他吗？蝙蝠开火，这边九仙也过来，其实有大的，而且有挑战，你很难秒掉他。两千血，有挑战。点来四个人才有把握秒，而且必须要有主宰紫猫。这波开悟没有找到人。眼也没做，那好亏啊！开悟过来什么都没干，刚才身上没假眼，还不熊被控，得费银物。Dire'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。就是九仙的这个角色银物总是被低估啊，这个技能伤害很高的，而且带减速。30%多的减速其实挺影响的，36%。一团裸的东西是进甲。
下一件双刀吗？晕锤，这波是不是眼下开悟啊？我蝙蝠有跳吗？裸了个 BKB， 要偶遇九仙了吗？偶遇九仙抓不到，以为在打盾，其实米卡没有打盾。这样的话，开悟又白开了。又找到人，咱们来继续打钱，他在附近。My thanks。欧米伽虽然自己没打盾啊，但是肉山处一直有视野的，大概知道对方的位置了，所以猪仔刚才露了一下。拉到，莫勇九仙开杠，猪仔被秒了，猪仔被秒，吹神域。哇，神域要死，还在追，九仙控闪电符。这时候紫花已经去控下路了，猪仔直接打盾，能打掉一个盾也是赚的，一个蝙蝠大，一个九仙大。来肯定是不敢来了，主宰都没活了。我先带队，哇！直接用了一段位移，莫勇没有晕到啊。有些死不掉，死肉，但是他没大了，现在中路想追，他的时候很凶。蝙蝠在上面可以动手，蝙蝠有 BKB， 你这样过来，你反而不开 BKB 吗？开了 BKB， 谁遇到？莫看到，谁遇到就笑了一下。土猫，主宰一个无敌宰相，五高，一个凋零，土猫也死了，名声拉大，单杀了一个这边的主宰，但是被打下来，九仙很危险，还是一个拍拍，拍拍一打四，推起自己。剩一个默克了，大家站起来没技能。小七，晕掉，团灭了。这波九仙没大，他们也要去打吗？九仙蝙蝠没大，他们依然要去打。大意了，被欧米伽打了个团，被龟神打了个团灭。关键是人家就在人家一塔处，而欧米伽是没办法买回进行过来支援的，比较远，自己中路一塔没了，但缓了一波啊，打回来非常多的经验印记啊，刚带盾就送了一波团灭。来兄再出 BKB， 鱼塘也跳了 ，Discussion 开悟一波，鱼塘好像察觉到了什么，躲在树林里了，也意识到了危机，找到，有位置进甲，开不出来，第一 BKB 取消。Your time and place have come。他其实这样进去好一点。经验差只有一千了，经济差也只有两，也有只有一千了。几乎是五五开的经济差，上路推二塔，主宰经济反超来到全场第一。开玩笑，就打 BKB。Radiant'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. Dire'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.Dire's top tower has fallen. Radiant'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. A
of another. I insist. Radiant'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. Radiant's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. Bounty. 又送了啊！九千没到了还啊？九千是有的，怎么又想逼团打先手，又被土王土猫秒断了？而且在一二塔之间，塔都没破就找人干，又被人家买货反打了。然后主宰收割，他刚又死了。打这个游戏想的太简单了，蝙蝠没大了。已经没先手了，只有谜团一手硬控了，结果谜团拉不出完美大。Dire's middle tower has fallen。连个冲，冲刺被流被带走，上高，九千又被流，可是没控制，上高应该是上不了。我到了一个叠油就能够。Dire'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。主宰这两波收割之后，经济拉开和拍拍的差距了，说自己欧米伽太打谜团大当回事了，一般打反手好一点，降欧米团大。土猫一直留着一个地磁之物的，这个细节很好。下路一台被推掉。Dire's bottom tower has fallen。我就觉得这个拍拍没必要出个挑战，多余。主宰下一间出兵也。DS 卫士镜甲加挑战，下一个肉山盾就很关键了。我要出一个盘子，火焰斗篷，给九仙，九仙来火焰斗篷好，它可以直接触发九仙加量的一个视觉伤害。Radiant'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。这个伤还没刷。我先直接开大，猫过来发现了好多人，直接位移走，晕了一下。主宰已经闭眼了，打掉奶棒，虚线射门，
吹风吹的主宰，那是有谁遇的？首先先交一个大，那你们会要无敌斩吗？给了奔腾就看起来凶啊。再出 PKB， 这反而做不出来，直接开始打盾了，打的盾还可以啊，意识到了，被丢了信使过去，只有主宰一个人在里面打，看到了，不过来吗？这才是拉出来打的。没看到啊，放了，这让他们带盾带奶，来逼射了别的按键吗？搞的这个取消了。We rely not upon fortune. What have we here?奶，双刀兵也带盾带奶，再上一个大兵锤，开始杀过来，直接跳到了解，吹风躲无敌斩，开了 PKP 九星开大。还能打主宰，贴了 DS， 奶棒也打一下，还能直接留下开牌，下边开始 PKB， 复魂，打两个要团灭了，还能重开大招，他妈带盾的主宰你赢啊，一个都打不了，一团给他买了，开牌也死了。神域也死，灵怪四就剩一个九仙了，而且九仙不一定能走了。Radiant'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. Dire'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. 没兵线，主要是神域有跳的，直接跳过来了解了，你们可以白赚一个盾。Dire'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.Dire's middle tower has fallen. 破一路，就杀了个神域，一换四。Dire's middle tower has fallen. 刚才放盾放出四来了，他应该是正好进来没看到陆山的血量，几个人都没动。因为主宰是勾在门口打的，正好陆山没动。强行开前哨，反超了15000的经验，1000的10000的经济，欧米伽还赢手完美团，但是感觉这个神域有跳刀可以站得很远很远，很难完美团，一团拉三四个才行，而且必须要拉到这个土猫 DS 紫猫三个带控的，现在只有 BKB， 他刚才满活了。这九欧米伽大优的几波都是自己强行送，技能不全，硬要抓人怼，两波谜团大都被秒中。下刀还没推掉，我们破五。
还有这么多的时间直接走了吗？直接走了这么稳，我有千年宝珠的说出，该不会熊王再出大晕锤？这个挑战没什么用，真的，要挑战干嘛嘛？再怎么比熊王会慢一点，如果还能打的话。犹豫什么？这种情况下还有别的选择吗？蝙蝠要出推推棒了，这个中单蝙蝠不行的。虽然他被针对啊，但是明显感觉要升级。啊，有巨人扑过来了。两段位移找谜团，谜团是之前买回过的，可能复活量很久，不会跳走了，没有跳走就飞了。这好人跑啊！边防杀了一只信使，抢了个宝石。谜团七十多秒，要逼一下高地吗？这个谜团也很关键啊。从目前的局势来看，是谁打先手谁吃亏啊？不管是前期欧米伽的反打占优的景波团，还是 Exquisition 利用欧米伽技能不齐乱冲反打的团，还有这一波主宰大部队先手的团，谁打先手谁崩。首先开大吹，对，先滚上来先摆了一颗眼，再吹吗？红熊猫给你杀了，鼻子还没活，不敢用 A 战，这边蝙蝠还没回来，小心，快快也没回来。开塔防，快快，历史版全都买货，觉得没什么用了。蝙蝠被抓，开 PVP 了，这两个人是拿 PVP 的蝙蝠没办法，放掉了下路高地啊，抓被抓死了迷团马上 PKP， 有 PKP 可能会被无敌斩直接斩死啊。Radiant'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. Yeah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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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
turrets have been pierced. 波克好穷啊，出个 A 账。 这个浓墨重彩有多久飞机啊？大概全部被挑逗一下。DSS 了，没拉。DS 有刷新拉墙，很牛逼。就刷新球给这种有充能的技能的英雄用可好，比如说 DT。形势一片大好，性能低的情况下要早做后干，瞎逼冲。